我跟人要的啊。有的时候要多跟别人互动，然后多多说一下，哎，你这有什么赠品吗？哎，这个我上回在店里要买，他们都没有。哎，来送你盲盒，先拆着玩。人家梳子买不到，你直接送那一款，你送那个干什么？你忍心吗？忍心。好，这边的话其实也有给您准备一份您的一个圣诞礼物啊。哦，还有礼物啊？对的。啊，那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来来来。哇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也爆款，哇！这是世界杯欧文签名的一个足球，我只有一个，但是你不要告诉其他人，这就只有一个。那这个我可以拿走吗？可以啊，他送给你的。那送给我一个吧。可以啊，拿去啊。真的蛮好看的，而且很搭我今天这个外面这套，是不是？好，好。哎呀，这样不好吧？你看看，哎呀。好。哎，这个裤子也很好看，不能再要了。哎呀，真的不能再要了，你不要再给我了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我把这两个东西先送给你啊，这样不好吧？然后你一定要回来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哎呀，你看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？对，我怎么给你带走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带走吧。这个是那我带着吧。